我就整的时候整到看电脑条过去啊。哦。我怎叫台电员干爱固定，我就甲处理。啊，无你惊倒落去？对，这个高压电。高压电的哦。迄阵我嘛要求派出所迄落规个路段拢关切掉。听到抢救的过程，就知影这是一场真严重的车祸。18号透早一点左右，伫好不定清芬路发生一件两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到了现场，发现两名，内底有两名严重受困。到我们就开始利用我们的破坏器材，还有利用民间的拖吊车，准备将人拖困。整个过程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嘛，这样子，应该有，应该有，因为抢救很困难，很困难。这个车祸应该是相当不好处理了。目前来说，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一次车祸了。后尾顶清芬路，我台大后尾分院这大家都是发生事故的地点。现场还阁看会出来车辆的零件落伫水沟底，被弄坏的电火条啊，用三角锥围勒，弄到完全变形的轿车看袂出来原来的模样。车祸安怎发生？警方正咧调查。这个是后行李箱嘛，跟车头底啊。啊，车路断伫遮了，对啊，这后行李箱咱包成纸啊，咱包掉咧，凹咧。至于肇事原因。我们警方正调阅现场的监视器来理解到底是酒醉驾驶或是机械故障这一方面，由警方正在依现场的稽证来巡线来侦办中。这件交通事故造成单身和尖细男子送医不治死亡，也造成两个家庭的伤心破碎。开车注意安全，才袂予同款的代志再次发生。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